啊，告诉他门口那么些糖，他说大家没有吃，把糖先拿起来啊。哎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请那个中央委员那个龚凤玲给大家讲话，欢迎。不要，放这儿也放好一点，那个台子，我也坐在这里讲吧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也今天呢，看到这么多生面孔啊，就是心里特别高兴。想到这个组织就是迅速的发展呢，就是大家，毕竟是大家一心才能发展这么快。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一看到就这么多人，一看到不认识，就好像我自己也亏欠了这个组织很多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经常吧也有工作的需要啊，有点暂时有点忙吧，身体又最近不是多好，所以这么多党员呢，有很多可能都不认识了。幸亏我们就是当初发展的时候，就是刚那个陈哥讲了哈，也很不容易走到今天走过来，因为一步一步的坎坷操到现在，真的想一想挺不容易。看到大家现在这么多人呢、啊，哎呀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，又高兴又激动。现在真是我也没有什么准备，今天叫我讲话，我感到好像有很多心里话讲不出来似的，给大家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有没有什么？好像有很多话，都在心里想着，一时说不出来呀、啊，就感到有一种亲切的感觉。谢谢大家啊！我讲一下，今天台上坐的，包括龚凤玲，我还有刘培福。我们都是已经拿到身份，已经或者批准绿卡，或者包括龚凤玲已经拿到绿卡。大家坐在这里，想协助这个组织，让这个组织更快、更好的、更健康的去发展，也协助大家，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，双赢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啊。